这一天是最开心的一天，我第一次看见了世界，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世界比梦里还明亮，还要美。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，是不是如果有很多的光送到看不见的人眼睛，他们的世界就会和我一样也亮起来呢？心看见世界，我们只是借了神的光，这就是海航光明行。海航集团始终以感恩之心，尽自己所能，让更多的人感受生命之美。天地之间，皆为用心之处。